红色疤痕怎么变回肉色？如闻医生特邀专家曾维慧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。红色的疤痕怎么变回肉色？疤痕我们一般把放到三个时期，一个是增生期，一个是消退期，一个是稳定期。那么增生期的疤痕的话，就是我们说是红色的疤痕啊，它是相对在疤痕的比较早期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啊，这个是它血管非常丰富的，所以我们让它要变成跟肤色接近的话，我们就需要可以做一些有药物的治疗，光电的治疗，包括我们还可以用药物注射的方法，以及一些其他的同源素、前线照射这样的治疗方法。那么光电治疗的话，我们一般是封闭血管，可以用染料激光啊，那么还可以我们可以外涂一些硅酮凝胶啊、肝素钠亮囊素软膏、X 线照射，那么这些都是可以让它的一个增生性的疤痕那么稳定，然后接近正常皮肤颜色那么一个治疗的一些手段。